咱们中国是一个好客的国家，早就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训。这种好客的传统呢，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但这里的远方究竟有多远，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呢，还是有限定的。30年前，我国的很多地区、很多城市都是不准许外国人进入的，理由很多。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呢，就是不能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家丑。改革开放以后，一道道防线渐渐拆除了，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他们可以来旅游、来工作，也可以来定居、来生儿育女。现在呢，他们中的有的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这是今天我们回顾近30年所取得的成就的时候，这些外国朋友关于中国的记忆成了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能把中国歌曲唱得如此地道的外国人来自美国，他的中文名字叫舒有民，因为曾经组建过一个名为老张的乡村的乐队，很多熟悉他的朋友就直接称呼他为老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老张不仅中文歌唱得好，而且还能演戏。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李小龙传奇》里就有他的身影。俄罗斯里，山本刚夫与艾迪帕克和你交手，我都有责任。过去我也觉得你太狂妄了，所以才鼓动他们两个和你交手。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会唱歌能演戏的老张还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和周围的老百姓拉拉家常，聊聊喜好。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他走到哪里都不会遇上交流的障碍。我不像我弟弟，我弟弟是他吃瓜子儿，他是一边吃一边的吐，一边吃一边吐的，他是很熟的，他是高手。我没有，他的。那是一个剥瓜子的机器。要论老张和中国的缘分，那还得从1975年他第一次来北京说起。我1975年来中国是，实际上我是探亲来的，因为1963年我继父跟我母亲弟弟妹妹都搬到北京来了。我继父叫舒子章，1947年他就去上海。上海解放的时候，别的记者都走了，他是留在上海，他要看新中国会什么样的。一直到1954年，63年是外文局就请他回来做，外国专家。第一次到中国，老张就对北京印象深刻。当时北京是比现在简单多了。很多事情是很简单，是要坐公共汽车呀、汽车呀，是交通啊，什么各方面是很简单的。夏天的西瓜来了，大家都排队着卖西瓜的，很多4毛钱一，这4分钱一斤啊，什么这西瓜的。这冬天呢，大家都是一大批的那个大白菜来了，大家都是买很大白菜放在阳台上啊。这个就是生活的，天天的生活是很简单，很比现在是简单多了。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并不多，所以有一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众多中国人的围观。在王府井，一大群人都可以来看我，就是看这个是什么少见多怪的一个东西。是一天下来是看一个商店的，一大堆的人就是在这商店里面呢，是一大堆人都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外国人很少。当然在农村就更是这样子。在北京逗留了3个月之后，老张回到了美国。3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焕发出新的气象。哎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时间，因为那个好像是10年的冬天，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刚来了。就是改革开放是刚开始，是我住在一个朋友家，我弟弟妹妹是一个同学的家，所以我是跟中国人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他们都是年轻的，都插队去了，都是一个就是慢慢的回到，他们都是在我朋友家的聚一聚，就是他们在谈他们在农村的经验啊，他们还是他们对未来的
一个充满信心啊，他们会有一个未来的。所以呢，是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北京之春呢、啊。这一回，老张在北京又待了三个月。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让他心仪的中国姑娘。她是我那个朋友的妹妹的同班同学，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认识她，但是我见过她，我都有印象。过了两年呢，我就一直在我心里一直有这个女孩，所以呢，是我给我那个朋友的母亲写封信，求他问这个女孩愿不愿意跟我通信。过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说她愿意跟你通信。经过两年多的书信往来，老张和这位中国女孩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1982年，老张再次来到北京，准备迎娶自己的中国新娘。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时要办理一个结婚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批给我们批下来的是要结婚。1983年1月，老张和自己的心上人终于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俩回到了美国。为了能在中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老张开始在美国读起了大学。1987年，老张大学毕业了。他和爱人再次回到北京，并从此定居下来。老张在北京先是做了10年的电脑生意，也当过一所国际学校的校长。但是从2005年开始，他专心做起了演员。而在此之前，凭着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优势，老张就已经参加了很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定居北京之后，老张也经常回美国探亲，经过无数次的往返比较，他最终觉得自己更适应在北京生活。我为什么一直是住在北京，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北京像美国，还是没有我在美国那么像北京。老张今年63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已经年过花甲，但是老张依旧精力充沛，而他的人生也因为和中国结缘而变得丰富多彩。我为什么要说我缘分在这儿？因为我在这儿我碰到很多的是我在美国不可能是碰到的一些机会。如今老张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北京愉快地生活着。30多年来，老张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变化，同时他自己也融入其中，并且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在中国的生活呢，还是有滋有味的。其实只要我们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年我们身边的洋老张越来越多。据统计呢，1978年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还只有22万人次，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600多万，足足增长了100多倍。此外，到2006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呢，就已经达到了18万人。这些国籍不同、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今中国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都为这些来自远方的外国友人提供了理想的工作平台。
他们不仅在这里实现着各自的梦想，还渐渐把中国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2008年11月初，一部根据鲁迅杂文《狂人日记》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北京上演了。我同小孩子。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该剧的导演是一位地道的法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冯家伟。尽管每次演出都是在晚上7点半，但是冯家伟每天都会早早地来到剧场，和其他的剧组成员一起布置舞台。那这两块干嘛？这个是有一个是的，松就能下来。那没螺丝。有一个它根本不动，就不会用人用。啊、哦，行，没问题。然后还有一首。参与《狂人日记》创作的是一个名为“三支菊”的剧社，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由中法两国创作人员共同组成的专业表演团体。冯家伟就是这个剧社的发起人之一。冯家伟出生在法国巴黎，他和中国的结缘最初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书法的好奇。因为小时候我看那个中国的那个文字，你知道那个西方都是那个按字母就写，所以你写的是一个就你发的那个音，这个，所以就你能，哪怕你不认识这个字，你都能发音。当时我看中文，我觉得就像画画一样。然后我当时就从小我一直研究怎么能有人就一看这个就明白他的意思。冯家伟曾在1993年和1998年两次来中国旅游。2001年8月，已经在法国从事戏剧工作的他，接受朋友的邀请，来到中国做起了导演。对当时的冯家伟来说，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其实那个在巴黎，那个环境就做戏的那环境就比较成熟，就比较，所以就，我当时觉得那个挑战那个不是很大，然后就后来我觉得我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然后那个你去另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就挑战也不大，也毕竟只是换一个语言，但是环境就差不多，去美国也是，然后我觉得就我一直反正对中国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当时觉得就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挑战会最大，因为不光那个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这一次冯家伟决定要长期留住在北京发展，为此他开始一门心思地学起了汉语。当时我到的时候，刚到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就住的那个地方，只有中国人，周围有中国人，而且是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为了尽快掌握汉语，冯家伟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因为当时我买了一个手机在中国，然后我强迫自己发短信，就拿拼音那个，然后就因为其实比较方便，所以这样我发给人短信。啊，可能我花一个小时发一个短信，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最早有的人发一个短信就问我你在哪，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一个字也不认识，你都得插在词典里面，所以就我跟你花15分钟，啊 ，OK， 我明白了，他问我在哪，然后你要回答，你又找那些字儿，打就输入在那个手机里面，然后发，可能过程就你半个小时，再回答我在家，所以就但是这个我觉得特管用。因为毕竟就这样，我也强迫自己，就同时是学会说话，但是也是能看。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冯家伟在北京的工作也渐渐步入了正轨。2003年，他和朋友们正式成立了三支菊剧社，开始排练演出各种题材的话剧。不久，这个由中法戏剧爱好者组成的表演团体就在北京戏剧界有了些名气。在北京生活的几年里，冯家伟也见证了这里的飞速发展。北京变化很大，因为你像93年的北京，就你比如就说很简单一件事，那个路灯，晚上的路灯就很少。93年的时候，现在就满北京都特亮。93年的时候，自行车还特别多。93年北京只是一个中国的首都，现在我会说北京已经变成一个很国际的一个城市。几年合作下来，冯家伟和三支菊剧社的成员们都已经成了知己。
这让他在北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冯家伟将继续在北京编织自己的戏剧梦想。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一对异国情侣也对在北京的未来充满憧憬。和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逢周末，韩国女孩孙之熙和荷兰小伙马德勇都要到附近的菜市场采购一番。对，这薄一点。看着他们如此从容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孙之熙和马德勇都是2年前才来到中国工作的。由于他们在学汉语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小组，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如今他们租住在一起，平时都各忙各的工作，只有到周末才能彻底放松一回。这个周末两人决定亲自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他最喜欢的菜就是西红柿鸡蛋，所以我问我的中国朋友怎么做这个西红柿鸡蛋。所以今天我还要给他做西红柿鸡蛋。马德勇要做的是荷兰风味的土豆泥，虽然很少下厨，但他的一招一式还显得颇为在行。孙之熙的西红柿炒鸡蛋做的也很地道，当然韩国菜也是他的看家本领。一阵忙活之后，两人终于可以坐下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饭桌上，中韩和三国不同特色的菜肴如此协调地组合在一起，这情景和他们目前在北京的生活状况一样，温馨而和谐。嗯，推干。孙之熙在一家韩资公司工作，来北京才2年，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喜欢上了北京。没什么关系。特别喜欢那个北京的包容性，所以我觉得常常发现那个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北京，包括外国人。一样的中国人，可是他们绝对不一样，有的那山东人，有的那东北人，从那个四川过来的人，所以都不一样。马德勇在一家影视公司做技术主管，他有着极好的语言天赋，汉语水平进步很快。现在中文不太难，但是有时候 别人向我说中文，就是说着太快的时候，我就想问他，就说慢点说慢点。然后打车的时候出租车的司机就是大部分是从北京来的是吧，然后我给他说我要去的地方，然后他说不是我就听不懂。但是现在我继续了学中文，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水平比之前提高一点。2年中最让这两个年轻人难忘的自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能够在鸟巢里欣赏精彩的奥运赛事也让他们兴奋不已。如今两人都很满意在北京的生活，北京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其实中国的人口比韩国还多，可是我都感觉呢，那个回韩国以后，哎呀，人他这么多，人很挤，我都就是那个密度，所以我感觉很舒服，不舒服。回来北京，还有那个一到那个首都机场，回家这样的感觉。在北京的2年里，孙之熙和马德勇都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飞速变化，并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机遇。从美国人舒有民到法国导演冯家伟，从韩国姑娘孙之熙到荷兰小伙马德勇，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各自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差距也很大，却都在中国追寻着各自的梦想。最近30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像他们一样相继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他们中的
相当一部分不仅来观光旅游，而且还在这里安家落户，在这里实现着各自的理想和追求。目前仅在北京的常住外国人就有近11万，他们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也成了中国新时代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群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创造着各自美丽的人生。它成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树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亮丽的风景。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接待客人当做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实这里呢也是有条件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接待客人的能力，否则一定害怕每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自己得有值得向客人炫耀和展示的地方，希望客人看到自己的得意之处。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人的待客心态。其实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只有自己富足了、强大了，可展示给世人的东西多了，才会放弃对外来文化的警惕性和戒备心，才有勇气和不同的文化共处一室，才有胸怀把世界视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30年中，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友看到了中国的种种变化，其实千变万化，最大的变化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气。这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有实力。妈妈独自在灯下把鸡翻不起来，枕头线那里藏岁月，几家橄榄里有故事，你和我